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蝙蝠。没错，蝙蝠都住在黑漆漆的山洞里哦。而且大家发现了吗？蝙蝠都是倒挂着睡觉的哦。倒挂着睡觉？为什么蝙蝠都倒挂着睡觉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是因吗？因为他是体操选手，在比赛单杠。还是爱呢？哦哦，因为他做错事被妈妈处罚。该不会是三吧？他睡太熟，从床上滚下来了。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蝙蝠要倒吊着睡觉，是因为它的后脚太短太小了。哦，因为蝙蝠具有又宽又大的翼膜，后脚又短又小，而且被翼膜连住了，所以在地面上不能站立或行走，也不能展开翼膜飞起来，只能慢慢的爬行。但如果飞到高处倒挂起来，遇到有危险，就可以随时伸展翼膜起飞哦。哦，怎么样？蝙蝠真的很厉害。